一直都那么乐观吗？应该是说我不需要把自己关起来那么久，我就是一直想以往的事，忘了就忘了，往前走，往前冲比较重要。你现在活在现在，你比较怕做错，还是比较怕错过？第一次听到，我觉得哇哦，天哪！然后一直想，一直想，我比较怕错过。我做错的话，就保证下一次不要再发生了，就不要再发生一样的事情。那如果刚好是有错过什么事情的话，连这样的事情都不知道，或者就是错过什么，错过什么机会。我不是往未来的想，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的未来会怎么走。如果你错过这个的话，你这个路线就断了。我就觉得我错过了，反正以后一定还会有机会，类似一样的机会，也不能说就是哦一模一样的机会，就是如果是有一丝丝的有一点相关的，那好，要试试看，多一点尝试，多一点的机会，让我可以多一点的挑战。